你的老板没有跟你讲这边要分啊？一般通常说有还是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我们要问，你知道这个。一般的拿着来了，我们。那你倒给，那你现在打给你老板。我这没有他的号码，没有他的。永远找不到人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找得到，找得到。其中一个人一定要背黑锅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合作一点，老实一点。我一个谎言。撒了谎，对对对，就承认。对对对，如果有人叫你分，你把它放在别的地方，就老实一点承认。不承认的话，我会一个一个慢慢挖。现在整个新 boss 都知道我的问题了，我不会让这件事罢休的。我一定要找出我的纸到底是在哪里。对你来讲是一个不起眼的纸，对我来讲，对对，我知道。是对我很重要的。对，我知道。你来新加坡做工，我们欢迎你。可是不要把这个东西、这个制度弄到这么差，就是为了一个人，新 boss 的名誉扫地了。你明白吗？其实这个问题吧，你是有可能我说你也不相信，但是我就是从中国来这边吧。我说一个实际的问题啊，并不是我们愿意扔，或者是怎么不负责任啊。我2600多个信箱啊，每天加挂号信，你看这英特莱斯公寓还有办公室的，马来人的很少，你知道，他对我真的很不公平，所以我也很那个，我本来我想今天赶去看医生呢，我脚踝疼嘛，我就说这一句，所以你就把这碟美美的丢进垃圾桶里面。这个只是这一个大牌了，别的我真的。谁是受害者？是你吗？对，不是我。还是客人？是客人，我知道这个我知道。所以人家欺负你，你欺负别人。老大。一代传一代。我们老大他对我真的很不公平。你看啊，本来他有个海上有个加班嘛，他说你平常又不加班，你也别去了，因为他一天会给120块钱嘛。我说我的2600个信箱了，我做的完都很辛苦了，你还让我加班，我怎么加？而且加班是没不给钱的嘛，所以他对我真的很不公平，我又很累，你知道。他对你不公平，是他的错。对对对。我有对你不公平吗？对你没有，确实，这我可能我心里。5号应该是完成了，今天7号了，我给多2天的时间。我叫你开全部的信箱，我没有看到我的 flyer， 一张都没有。我现在如果叫你去开大牌27、29、31，有没有呢？这个我没法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肯定全部都没有。嗯，对，哪里发了，哪里没发，我知道。你懂我总共花了多少钱吗？几千块钱。我同情你，你给人家欺负，可是你没有必要来欺负我。我没有欺负你的意思了，真的那个英特莱斯我昨天刚发完，发完剩了几页我就没发，我以为这边没有，我要是知道你这边有，我肯定会发你的，因为开信箱就这种广告好发吗？它硬吗？它不是那种软的耽误时间的吗？我也会发你的。这就我的心里话，你要是真的，哎，我知道对不起你啊，老板。这个真的我不知道这边有，我也没问，甚至有可能就是我工作失误，他们对我不好也不好了，你告也可以，反正是我就是拜五的飞机，我回家我就不来了。本来你要是没有这个事儿，我还可能会来，就这么讲。我因为我看看公司他们公司里面还有没有他们剩下的发送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看看公司里边还有没有他们发剩下的，我去看看收点吧。我总共印了7150张，这边占据了1200张，不可能是不够的，因为7150张是新 post 跟我讲我需要印。你现在回去你可以做什么？我去找找试试，如果今天找不到也没办法，我会给你电话，行不行？我也可以把我的电话给你。好，写下来电话吧。8455992号。
I just want to show you how that man do the job. When a resident throw things, wait, give me a second. How can it be so nice, my friend? How can it be so nicely stacked together, right? Okay. Okay, you see? Definitely, I will terminate the service. For sure. So, this one too much already. Alright, this is one thing. If you come over here. By someone, you know. Okay. Huh? Oh, wait a minute, there's a resident. What's your name? Oh, there is a resident, yeah. You know. Yeah. And then the postman just throw everything like that. Yeah, sure. I need to prove that here. Yeah, I wait a minute, there's a resident. I am going to hold this, alright? Yeah. I am going to call the customer and let them know what is going on.这个不是我叫人，这个不是我拜托你们信托送的，可是我看到很多一叠一叠都是很美的放在那个垃圾桶里面，你懂是什么原因吗？啊，这个是你都分了？啊，这个是不是你负责分的？啊，对对对，是啊，很多叠哈，很多吗？每个block都有很多这种一叠一叠放在那个垃圾桶里面，是因为。 是什么原因啊？我看一下啊，你看，我看到没事，没关系。Sure Bull Singapore, your online source of Bull Liao Entertainment.